大家好啊！依度系越南胡志明市啊，提案啊，华人区啊，依度系阳咩山啊，大家见到依位靓女啊，依位靓姐啊，揸住个手，留意嘅手啊，揸住一沓美金啊，哇！我望到啊，揸住一沓美金100蚊纸啊，唔讲笑，一沓啊，你喺越南有一沓美金啊，已经好巴闭啊，唔知几钱啊，都唔知有冇10000蚊我唔知。依位靓姐咧。以前咧18岁嗰时好靓啊，听讲吓，咁啊而家有少少变咁啦，不都唔错噶吓。嗱呢位阿叔仲犀利啊，以前后生嗰时好大只嘅佢，而家变啊，所以人咧咩都会变啊，人会老啊，人会变，月亮会圆，个都系咁噶啦，后生老咩都变晒啦，所以啲世界。大家留唔留意呢條巷仔啊？呢條巷咧犀利啊！佢啊出產埋嗰啲雲吞皮啊，雲吞粉面啊，大家食得多啦，雲吞皮食過未先？咩叫雲吞皮咧？佢冇雲吞，裏邊係啲皮啊！見到啊，雲吞皮係曬啊，見到雲吞皮啊，大家應該有食過啦嚇。不過美國好似好少人嚟賣雲吞皮，一般係雲吞粉面啊咁啦，好少有雲吞皮。有一隻仲搞笑，大家食過花生糊芝麻糊未啊？熱辣辣個花生糊芝麻糊，哇正啊！大家食過雞屎藤未啊？未咧，聽好似未聽過係嘛？雞屎藤、雞蛋茶、薏米糖水，哇正啊！翻越南一定要食嚇，新鮮熱辣，依頭煮即刻嗒，哇正啊！芝麻糊。花生糊又系新鮮熱辣噶，又系即刻嗒，正啊！所以咧喺越南好多嘢都新鮮啊，翻到去一定要幫襯啲巷仔嚇，佢哋買啲糖水平靚正啊，尤其豆腐花有嗰啲椰汁啊，哇！有薑，哇正啊！啲車仔啊，你冇睇少佢咁10000蚊，10000蚊一杯啊，哇平靚正，哇抵食啊！10000蚊，你1蚊美金換到25000，即係話呢度得40仙嘅。正唔正？一碗咁嘅嘢，里边呢度咧好多巷仔啊！大家入去参观啦，你尽量行啦啊！好多巷啊，即系唔怕闷嘅吓。总之你行边度都出到去嘅，穿嚟穿去好多巷仔啊，好搞笑嗰度设计。嗱，呢度见到系起紧屋嘅喺度，越南打工仔起屋噶。最有價的一般平常人的價錢沒那麼高，不過是裝修起屋的那些磚有價很多的，一般人家10蚊一日8個鐘美金一日，他呢起碼都有成16蚊，是啊16蚊至18蚊一日，即是8個鐘16蚊美金，是不是挺有價呢？如果誰做20蚊一鐘或者25蚊一日，不是一個鐘，是25蚊一日就嗰個係差唔多做老細噶啦。喺越南一般揸汽車就有錢，如果揸電單車就麻麻地，再踩單車就窮。大家要先分析有3種級數。啲鐵閘門都冇變到，大家見下幾傳統啊！如果大家見到啲玻璃門咧，就已經改變咗啦。鐵閘門嗰款咧就係仲係 keep 住嚇，冇變到嚇。呢個區咧差唔多100幾年歷史，又唔講笑噶嚇。我阿婆嗰代就已經有咗啦嚇，好起名嘅呢個區啊，唔係講笑啊。以前呢度巷係好多泥板啊，而家整得靚咗，見到啊，靚咗好多。好多謝大家收睇，如果喜歡小弟俾小弟個 like 嚇，請大家繼續收睇啊 ，thank you。鬧完啦咩？兩個人。我哋啊，嗱，口咪急熱咪抵過呢啲啫，嗌咁多牛皮。
你好嘛，婆婆，你好。
子们，这个都是一万七千。